你给我出来啊你！你他谁啊？他是饭店住客，马来西亚拿督少爷。你给我出来！不要，我是出来玩的。出来玩要出事怎么办？快点给我回去！人家叫我出去玩的。给我回去！快点！起来，快点！快点开车，我们回饭店。 锁门，锁门！举个锁门，哎呀，去哪？喂，陆毅啊，小五跑掉了！举个拜托你，他要是跑掉我就完蛋了，快点啊！ 他人嘞？你不要再跑了！放开我！走开！以后我买的时候，发生哪箱烤布雷，全部都给你吃。什么烤布雷啊？那是我要吃的。你以后要吃什么，我全部都买给你吃。你现在跟我回去。 先跟我回去，明早学哥哥，发生了一件帮我。我帮你什么？我不要再饭店，但饭店好无聽哦。你一个人出去玩，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啊？跟我回去！不要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整我？是叫你一直抢好东西吃。你抢小孩子东西吃？没有。明明就有。你为什么要跟小孩子抢东西吃啊？那是，你看他讲不出来了吧？ 明早雪哥哥，快救我！他不会救你的，跟我回去！不要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觉得你怎么也在这？你们真的是太好啦！雪哥哥也带我去嘛？也带你去？去哪里？这个雪哥哥，他喜欢那些姐姐，我跳团员那些姐姐去阿里山，就想一起去嘛。啊？你是说雪乐哥哥想约那些姐姐去阿里山，你也想一起去？你不要这样胡说！什么阿里山、玉山、合欢山，通通不准去！明天你要去历史博物馆、植物园、美术馆。 我要去阿里山！人生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你人生有很多美好心在等着你。想想爱你的人，想想你爱的人，想想阿里山，想想日月潭。我要去阿里山！我想去阿里山。 我也没去过。哎，小五啊，你又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很有名的便当？雪哥哥，你的世界是不是很封闭啊？在便利商店看到的啊，奋起湖变得好像很有名。便利商店有，我们干嘛还要来这里吃啊？ 既然都到奋起湖了，我们当然是要来这边吃一下本店的味道啊。便利商店，你干嘛这么喜欢吃便利商店的东西？因为便利商店的东西又便宜又好吃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叫我一次买20个便当，然后叫我一个人通通吃光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上你的当了。雪哥哥。 他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？不要理他，我请你吃便当。嗯。你看他，真的很好吃吗？嗯，非常好吃。雪哥哥，你做好不好吃？会多一点番茄酱就好吃了。大惊小怪，没吃过便当吗？ 没吃过。
你平常上学都吃些什么？我们学校都会请专业厨师来帮我们做午餐，有法国菜或意大利菜。吃这么好，那你一个月餐费多少钱？1000美金吧。天哪，那差不多等于我一个月的薪水。你们常吃便当吗？当然啊，台湾的妈妈最厉害了，他们都有一些拿手的便当菜，像是卤鸡腿啊、卤蛋啊。还有啊，女生最喜欢做便当给喜欢的男生吃。那你有做给别人吃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没有喜欢的男生呢？所以雪儿哥哥，你没有吃过娘姐姐做的便当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吃过谁做的便当？我没有吃过谁做的便当给我吃。我通常都会在附近买东西吃，要不然我朋友偶尔会带东西给我吃啊。朋友？嗯。朋友为什么带便当给你吃？因为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所以我没有妈妈可以做便当给我吃。怎样？你这种养尊处优的大少爷，不需要妈妈做便当给你吃吧？还是你妈妈根本就不会做便当？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做便当，因为我妈妈家人早就过世。对不起，不用跟我对不起。爸爸说，妈妈在天堂守护我。一个什么都有的拿督小孩，为什么要在便利商店跟我抢一份甜点？为什么在奋起湖？要拉着许乐一起吃便当，我好像有一点了解了。也许是因为寂寞。许乐哥哥，对，你为什么想要阿里山？我是来这边想想阿里山的。阿里山是用看的啊，为什么要用想的呢？对，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会叫我想想阿里山。我当时。我当时是担心你。你担心我？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你知道的啦。你们两个什么秘密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修格想要阿里山，都是因为你咯？不是啊。我随口说的话，他竟然还记住。因为这样来了阿里山，真的是因为我吗？还不走，发什么呆？哦。三点。